繁忙的生活，急速的步伐，你会怎样取得平衡呢？ DBC 数码一台旗舰台撑起半边天节目内，下星期三下午2:30，刘美娟会为大家请来不同的朋友走进常乐空间，和大家介绍美酒佳肴、生活方式，分享偷闲之道。常乐空间是由深圳市福田区深圳东海朗庭酒店赞助播出。